对，隧道园的意思，我们叫后面教堂啊。好，我们可以进去了。嗯，我们可以进去了哈。今天阿贤带个大家去参观一下玛利亚修院。嗯，这里是大乐寺的一个很出名的教堂啊。它虽然小可是它的粉红色也是它的一个特色。大家可以看到两边都有杨柳树哈，还有松树。今天太阳很漂亮。啊，我们走上去哈，要走进教堂的话，我们还要走几十个台阶。哎，这里这个修院的正殿，这个模式，粉红教堂。上面拍比较好看，哪个杨柳树？对，我们有花，你们在中国没有花吗？没有花哈，我们有杨柳树，而且我们的叶子啊，它尖尖的、长长的，还有开这个红花，很漂亮的哈。等一下去拍嘛，那边还有很多，好，可以走上去。这两边花草树木，挺多的哈。这里我们叫锦绣花，小的。这里是松树和杨柳树两排，哇，这个修院很安静的哈，所以大家进这个教堂，不要喧哗，不要大声说话哈。好了，我们走向，这个也是松树的一种哈，松树。我们这个造型圆圆的哈，叔叔要拍，给你们拍照，粉红色的哈，这个天很蓝，今天很蓝的啊，刚才还是下雨的，现在很蓝的，看到我们团，拍拍照，好奇啊哈，好好看的啊，我们拍集体照吗？拍了，我没有啊，为什么没有给我拍？这个有一种地兰花，地兰花。这里是侧面，右边。这个修院后院的哈，修院这个他这个各位女士们，这个住的地方，对。哇，这个松树好大了啊！拍乌黄，也要拍，我帮你们拍。可以。好，我帮你拍。
绣院针用石头做的墙，那个角度可以看哈，那个角度那个石头线。拍花了吗？对，没有。嗯。啊。我们走后院的还有，嗯，这个角落拍的挺好看的哈。这里有个规定哈，这个参观的开门的时间，哇，这么爱拍照片哦。啊，这个后门的花园挺漂亮的哈，各位。我帮你拍，好，就在这里。OK， 我帮你拍哈，一二三 ，OK， 好，要用三花草拍，画的漂亮。剧院很漂亮的花草，这个小花园，这法国建筑哈，这里是杜鹃花，这里是杜鹃花哈，很漂亮，可红花、玫瑰花，你拍了吗？我帮你拍。好的，你的手机我帮你拍，拍一下。走了，还有三个景点。昨天那个谁，发给你了吧？还没，楼主还没发给我啊。啊？这边挺好看的哈，嗯，问问他们要不要坐小火车，要坐小火车的话，只能坐小火车。而且还看这个时间有没有火车。对，还有一天只有五六班好像。对。这里花草很多。因为女人嘛，都爱美吧。爱美都是。所以修道院，所以他们都看好。啊，就是他们的类似于中国的墓地，好了，我们参观好了这个玛利亚修院、修道院。嗯，现在我们走三个景点，就是疯狂屋哈。嗯，OK， 哈哈。你身材怎么那么好呀？嗯。没露的呀，没露。对呀，全是我瘦了 啊，全是那个小蛮腰肌肉，就是正宗的肉呢，那肥肉没有哎。不累，嗯，啊，没有垫底嘞。这问在门口了哈，啊。好，我们走停车场那边了哈。好 ，OK， 我们客人已经上车了。啊，
再见，谢谢各位观看。下一站我就去疯狂物，再见，拜拜。